我一般送花，而无人能似你亲手种花。但男孩像你，不要我下嫁。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？谈情时明我那种感性吗？但男孩像你，只爱同类吗？时间这一刻，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，拣一拣，实在是和谁亲，你会说是命运。你与我其实熟得很，但他总比较亲，好知己，好姊妹，哪里会谈情感？不牵手，不亲嘴，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。